哎呀，这个字写的，这个钟写的就很像这个 F-16 战斗机。这不错。加油！不错。哎，哇！太厉害了，这幅字吗？拿出来看一下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！哎，超级女孩，来来来。哎呀，超级女鬼贺中天，女孩，超级女孩贺中天，好吧，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。哎呀，哎呦。接下来，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偶像团体哦，是那本身的音乐素养都不错。嗯，那现在我要跟他示范一个所谓的什么叫做音乐，你跟人家一示范，对 对, 對，你要示范，对 对, 對，你要不要先出去吃两碗饭再回来？我没有信心的，艺术有些艺术不能勉强的，因为我们的艺术音乐素养跟大家不一样。但是我要先讲一下，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位是 Henry。他小提琴是从小就是拉得很棒，还不错嘛，已经是像莫扎特的这个等级。你放心，我们牛来的那种，是是是。那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呢很有信心。是，那我是想说，那你是要我先看他表演的怎么样？你先看教这个，看完你好跑就对了。没有，我先看他表演的怎么样，好不好？这样子，我们先欢迎 Harry 的小提琴。练了多少年？我从我6岁开始练了。太厉害，真的。没有才华的，没有才华的。
开花有什么？我跟你们不同，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，要走吧，那就再走嘛。我们怎么样走的了？人家已经太空漫步了，人家已经这样。我跟你讲，郑宇，哎，等一下，你坐这儿，别拉屎。不是，我没有才华，在旁边看嘛。不是，人家已经拉到这儿。强迫症犯了。对啊，你应该走了。郑宇，没有，小提琴，不要，小提琴，他也在。小提琴跟什么才能跟他比？南湖就能跟他比。你就拿南湖。好，这样子，好，给你差不多，这样差不多。对，你确定要弯成这样吗？南湖，好。音乐。谢谢，拜拜。他们已经尽力了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们看到你这么精彩的演出了，我们真的觉得你这个团体真的是卧虎藏龙，真的是太厉害了！再次给 Harry 掌声鼓励，加油，曹猛。